果打我能够，你要打我可以让我和何开心在一起，你随便打。开心，啊，你想到办法了吗？商场，我要怎么去上？哦，我想想啊，想想。小姐有什么吩咐吗？小姐，这行吗？我说行就行。是，是。一坤，我能抱你一会儿吗？我感觉好了。你乖乖听话，一会儿烧退了就不冷了啊。我的事好了，芝芝，我知道我不该骗你。我之所以对你隐瞒，是把你知道我的事情之后离开我。我真的在乎你。自从我妈去世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快乐过。我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再爱了，直到我遇到你，我才让自己冰冷的心融化了。芝芝，你是我在黑暗世界里最后一丝光明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别离开我好吗？芝芝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不离开你一坤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不离开你一坤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行了，不能砸，不能砸，不能砸！哎，你砸这个，砸这个啊！哎呦，怎么回事？说话呀！哎呀，这娜娜在家傻等何开心一天，她也没来。那你就不知道给打个电话问问她为什么没来吗？这不，娜娜不让打吗？不过也好。也断了你对他的念想。你们除了会说这些话，你们还会做什么？那他不喜欢你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呀？你不是说你什么事情都可以满足我的吗？我现在就这么一点小小的心愿都满足不了我，我要吃个饭有什么用啊？宝宝怎么说话呢？娜娜，咱冷静啊！我冷静不了，我没法冷静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去求他，是吧？我不是让你去求他，我是让他来求我。娜娜，你知道这感情的事是勉强不了的，这个道理你懂的。这些话不用你来跟我说，我自己也知道。我就是喜欢他，我就是爱他。我得不到他，我还不如去死。别离，把刀放下。娜娜，死了。娜娜，我。如果打我能够，你要打我可以让我和何开心在一起，你随便打。
头了，爸。我求你了，我求求你让我和何开心在一起吧。你不是说你什么都可以做到的吗？好吧，爸爸，让何开心来求你来。爸，怎么稳定下来了？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必要好好谈一谈。如果你要说服我改变主意，那就不要开口了。其实呢，我同意原因。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先订婚，暂时不结婚。那你也得先答应我一个要求，为了 EMT， 尽心尽力扮演好你的角色。成交。我一会儿想要出去买些衣服，你不会不准吧？让麦麦帮你去买吧。他那种品味买回来的衣服，你觉得我敢穿吗？那就让麦麦陪你一块儿去。你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他。如果让他陪我，我还不如不去了。那就换个人陪你一块儿去。行，只要不是他，谁都可以。好吧。我现在不饿，我回屋里换衣服。这以后得让他多买点，每回来都上这儿。这个是整个商场的地形图，你们仔细看一下。里面一共有两个出口，六个楼层，所以地域性特别的大。我们必须每个环节明确。喂，喂，何行，我是小保姆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研究好了，一会儿我就去商场。哎，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救我？我可是把我终身幸福都交给你了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啊，哎，不过你记住，你一定得走正门，听见没有？正门。好，好，好。啊，那一会儿见。啊，你一定要成功啊！拜拜。啊！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来，我们继续研究一下，看这个。人家可是说把终身幸福都交给你了，是不是早就交给你了？什么早就交给我了？不是我说，开心啊，难怪你这么上心啊，感情人都已经把自己献给你了。幸福。原来你也有人类的感情啊！你才禽兽呢！你他何止是拥有人类的感情，他现在是拥有禽兽的感情。他对我们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，每回要结账的时候，他就先消失了。就是，你把这个事儿先说明白。我们闭嘴，干正经事，出发。小姐，这边请。开心你进来了，你们在这待着，我买完东西之后就下来找你们。小姐，艾董吩咐过，必须要寸步不离的跟着您。哼，寸步不离是吧？您紧点啊。我去，霸道女总裁。哎呀，开心开心，保姆已经出现了。可是他身后跟了六个黑衣人保镖，怎么办啊？这万一要是失败了，咱不会被揍成肉饼吧？几个？六个。
我跟你说，按照我们的计划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嗯，收到。是，看你的了。OK。死贺开心，在哪儿啊？大家注意了，注意了啊！周岩带着保姆已经到达二楼。注意了，注意了，肖岩带着保姆已经上了三楼。不开心，下一个地方就是你那里。收到，收到。肖岩，放轻松。不要走得太急。记得啊，你是来逛商场的，走得太急是会穿帮。注意注意。事实证明，你并不适合穿裙子。哎呀，买什么好呢？嗯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小姐。废话，本小姐穿什么不好看？美女们，到你们了，上。本小姐现在要进去换衣服了，怎么，你们四个要一起进去，抱脱衣法？这个挺好看的，这也好看啊！这么没有眼力劲儿，去外面等我。这个我喜欢，这个，这个特别衬你。真的，我穿这件蓝色好。你比划比划，我觉得这个能挺好看的，很适合你。别动，我们做好准备，快快快，把衣服换了。你在这儿，我怎么换衣服？怕什么？反正我又不是没见过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把眼镜戴上，可以了吧？喂，转过去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敢偷看，戳瞎你。不许偷看啊！大老爷们儿站女装店门口合适吗？你看什么看？你看什么看？还有你，没见过女神呢。你有意见？你有意见？女装店往外边闪闪啊！哼！哇塞，我这个我去，真极品啊！哎呀，哎呀！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不长眼呐！你没看见我要过去啊？把这衣服放下，这衣服我看上了。这件衣服是我看上的，我凭什么放下？妹妹，你有那个身材吗？你的身材跟我认识不近，我你穿的衣服兜得住吗？小心走了光。你的意思啊你？意思？要一点女性特色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有男人相中了你，肯定也是因为同情你。你还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，我拽，我就拽，怎么了？你还挺任性的。我告诉你，在家你男朋友惯着你，老娘可不惯着你。我让你惯着我了吗？啊，让你惯着我吗？哎，我让你让了吗？哎，原来你是个男的呀！老娘跟你没完！放开我！准备，替谁出？放开我！你个变态！我查不下去。凤姐，请让一下。
巴上。行就好了，追啊！快！你们三个去那边，是你们跟我走。是。他怎么走的？快快快快！开心，时机到了。走走走。这边这边。小姐，你别跑啊！你们干嘛？糟了，上当了，快回去吧。是，走。神经病。你们两个进去找。是啊。没有，各楼层再仔细找。去啊，走。你的宝贝儿子马上救回来。怎么了？你还好问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的儿子搞砸了我几个亿的生意，就因为他没有处理好跟胡娜的关系，老胡迁怒于我，啊，人家根本就没来签约，害得我们白白等了几个小时。哎呀，也许不是开心的问题呢，他也许是别的地方出了什么问题，对吧？你还替他狡辩啊？我谈了这么久的合作项目，就被那个废物你的儿子给搞砸了。张可碧和我的儿子，难道不是你的儿子吗？这个儿子不是你管教的吗？对，是我管教的。哼，开心从生下来就没有得到过父爱，他的父亲早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给我滚，滚得越远越好。爸，跑了！你们这群人到底都是干什么吃的？连一个女孩子都看不住，一群饭桶！是，我们是饭桶。可是这一次，我们明显感觉到有人在帮助小姐逃走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也不能把人丢了。有人帮她。王特，你这么做可就怪不得我了。备车。是。